欧洲玩我随便玩，感觉我们就打不过了。嗯，他们这个先决肯定是来保他们下路，下路前面二 v 二肯定打不过我们。那些 IU 的飞机儿，办卡任务还差十个人头，兄弟们，来十个兄弟给我办张卡，十个人都没有吗？直播间不应该吧？没闪。来十个兄弟，他们一级会不会进？我们也去啊。有。一点点可能，他们一级，他们一级还行，还行，比我们厉害点吧。他们有圣和宝石。神来，可他们死去是豪库，甚至盖不过呼啸的风。防守一下，谢谢大家办卡，感谢，还差三个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边，我进化了，他们开我，不会死。OK。我就带黄眼了，我不能换少的，这个是只能换。要插个旗子吗？我试下能不能变旗子？可以，可以。好嘞。啊，擦哪？你让我擦哪？随便擦。这些，在我旁边就行了。他能不能变旗子？我试一下。你变，啊、你变。我试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不能旗子。旗子变不了啊。不能，不行。哎，他进化叫疾跑，这个人是吧？没闪的。是的。我两级想抓下。怎么说？我红，你三级来拿红，一招下来就行，不用那么早。他前面不会跟我们打的，他们一级弱的。今天要不要你放眼？那个金轮杯有个表演赛，我两级抓下的话，你收益大不大？抓死的话，抓死肯定收益大呀，抓死肯定可以啊。但是感觉他们会很怂。对，你去卡线，你去卡线，我不会给机会，他们会怂的。他们玩宝石的多，前面不会打架的，不会等个两。线不要太快过去啊，线我两级想抓下。他们单开，他们单开。兄弟们，今天八点金轮杯有个表演赛，我们问我们能不能参加。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不知道八点吧，我们不是有个晚活动吗？那个晚不知道打到几点。我们是七点开始，但是打到几点不知道。好，玩不知道玩到几点。没事。A 这个折叠 ，A 这个你拿。OK，A 他打不过我们，他打不过，他死了。爆炸了，牛逼！是。Nice， 宝石一级开始吗？推，我们推得很快了。宝石一拉一级不厉害呀、啊，他们这也拼。他们这个一级肯定不厉害，他们一级不可能跟我们打的。百折不挠，他摸不到我们。露露，他一级也太弱了，这俩孩子。我猜你是按错了，我看你进化的那么快。啊，你是故意按错了，然后让他上头是吧？还真有这个说法，如果不是按错了，估计他们还不上了，就是给他晕到了。上了，我以为是疾跑，想直接拉开他的 E， 然后打。对，他是看晕到，但是那个进化反正按得快也有韧性，无所谓的，还晕不到几下。他们急吧，直接。确实。这边技能都交了吗？嗯，疾跑和进化，这边就交了一个进化。千珏应该刷上去了，小心上路。好嘞，咱千珏应该刷上去了。我没学盾了，我学的加速啊，我到时候给你放加速，你自己加速。先被我们控了，他应该回家，他先炸了。他们追我，你回家。我要控双核心。我觉得我操。这样的，猴哥你上路要小心，他们下路很龟，你上路要小心。好嘞。怎么能忘记了？我帮猴哥。我可以过去，我先到。来，我想控双核心，下核心他吃不了的。啊，下面可控，千珏在下。啊，算了，下面给了，是一个兵，我下一个兵，我们下次再控线。OK。哎，运气不好，我操，他跳到下面，我来不了，太远了，我来不了。你别来，你别来，你就开，我们管不了他，我们两个可以打，他蠢了，下路不见了，他直接蠢了。哎，辅助来了，小心。嗯，放心，没事。一片秃了，然后可以控很。运气不好。没事，就这样也能控的时候，他们也挺难受，他们一定不补刀的。你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天爵应该跟他一起来了，他没扫了，这个扫线扫中间用了。应该不太行，七点有一个那个娃的表演赛。别推了，吃路上。不怕。
我操，为什么我工作一向都偷四十啊？这为什么？中单又毙了。不杀他不行。中单毙了，中单毙了。哇，他好杀呀！到时候推线一起走。这个线进去了，还好。嗯，线还进去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刚好进去了。你感觉我们好像约他，好像我想约他，好像没地约了吧？我再往下靠，我再往下靠。我想我们两个能约了。他他没 W 了这波，他 W 这波现在不在下的，现在应该不在下的。我们下好像现在不在，现在不在，现在应该不在。我有闪的，那我就不一定了。我能走的，我能走的，不用管我。你就 A 塔就行，你 A 塔就行，不用争上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上了上了。下了他们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火花准备就绪。也是也其实也不太好用。有现在可能在了，现在可能在下了。哎，跳给 E， 他们可以 E， 他们走。他们不好杀我们的，不好杀，不好抓我们，很难抓我们，说实话。我们只要能压他了，他们的时候就没有。我在中路下来吧，在中路下来。剩六了啊！单杀了吗？留着。哎，千羽，那千羽在，千羽在，我看到了。你去压他就行，无所谓。我在靠。我踩了。盛放大了。我傻逼了，这个。看出来就想开我，你有进化，他不可能开到你的。对他好像没空，没后续了，无所谓了，交就交吧。他们现在就我可以控路线了，不控吧，我建议推，我建议你直接推，真的。你先到六级，你可以约他，除了加满火可以加满，能跳，可能到六，可能到六，满可能两个兵都要到六了。来，快，现在快点，现在快点，推线，干嘛六？马上六了。我是回了。哎呦。六了，拿起来！冰女没大，一百滴血。好，打完我们就用。冰女没大，五十滴。这会儿吧，打完了。保持去中。冰女没大，有机会吧 ？OK， 五十没大，没啥。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千珏没闪。千珏去你 F 六，我要飞他。我要飞他。我要飞他。我们他们拿我们保持一起的，直接嗨没了，直接干他们仨，我不管了。先锋我们不去了，我们下轮拿很大优势的。为什么没打？不用了。那为什么没打呀？我先用一推线嘛。推。胆子有点小。哎，再打峡谷先锋啊！再打先锋。来，哎，又没打先锋，哎，那先锋为啥不出来呀？我好奇怪呀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六级了，先锋怎么他妈不出来？估计是 Q 下去了，然后又从那走了。我六秒了，他应该是打呢，打一半我过来了，他跑了应该。他保持等级也很低的。胜友大了，胜友大了应该。那这样吧，我们这一波就压他们吧，我们也别想干他们，就压他们，就炫杜神就行了。圣大估计没好，他那大招 CD 挺慢的，不一定能好。没好吗？没好，差不多了感觉。我避一下，我出个。这么能扛住？一直上来被打。冰女没大是吧？现在。冰女。他开的是我，没事。冰女应该有大了。好了吗？没事。对，差不多。下去了。开先，冰女下去，我开先锋了。来看一下，我来。有大，有大，没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快好了。接，拉回来。Nice， 全好。没好是吧？差一点点。是没大，他有大，用。好。用了，现在用了。Nice。要不推中？哦，可以。来吧。下一波放吧。
你把塔要把塔推了吧，好不好推？不好推，就下一波吧，下一波，下波推，下一波。你买装备，你先下罗城了，我就把什么，我就把眼做一下。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。尼可压制力这么强，英雄。尼可对线还可以的，打冰女肯定都好打的。冰女好拿，尼可没啥办法。哎呦！哎呦！保持 miss 啊，保持 miss 啊 ！AD 也是合到了。嗯，你小心点，保持 miss。现在下，他们都给我上来，他们下来，他们下来，他们下来。啊，先别动小龙，先别动小龙，先别动小龙，他们要动，上路先推塔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圣有道啊！我逼着踢出来，圣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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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没了。上波用了，还差一上波上波用。打野在这，打野在这，都下来了，都下来了，先退一下。我们中间要回家的。我没有大不跳的。你中路踢出来给压力吧。啊，下路不要打，下路不要打。有计划你可以操作一下。退中。退中吧，我们退中。我还有一个眼，我还有一个眼。我们先推吧，我们先推吧，直接推他们线吧。这边可以包一下，这边可以卡一下他们位置，这边。我们不用，你们不用打，我们下路平推塔的，我们就反正保我自己就行了。我中路能飞，我中路能飞啊！来来呗，来呗。他们不会看的，没有闪，他们不知道你是不是看的。好，老师应该是有闪的。要换你，那不可能。给他点机会。好飞，好飞，好飞，漂亮。他们杀我，其实我能拖一拖，你也能收的，无所谓。我跟他换头无所谓。很关键这个飞啊！哎。哎，下塔你自己吃吧，无所谓。把小龙拿了呗，来，打他们吧，打他们吧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算了算了，不打小龙，不打小龙。算了。我给他挂个点火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应该能。两秒，两秒，一秒变羊，我给你加速吧。把塔。我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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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扛。没事，把塔。哎，声放大了。剩没闪了，一闪。我应该先直接打他的。你直接打，你不用管他塔，我帮你扛了，杀了就好，我扛死就可以了。我会扛到死的，你放心。我觉得开了也可以，但是忘记剩了，剩没闪。对，剩对，主要是剩啊，剩又盾太厚了。好，这也没闪。Nico，Nico，差一下，可惜。这个龙我们控一下。为什么一个人不杀？这一把我们主大就是一个佛系，知道吧？不杀人。于是我握起长枪，拿住空，瞄准天际。然后龙被他偷了啊，小偷。翻过一座山，就是高过一座山。上 miss 啊，出来了。压下面视野要不？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来人了！啊，中我压了吧！哦，可惜，中塔推了吧，中塔推了吧。我只能说可惜。我但凡有个眼儿，我都把他们杀了。这波先推出下路吧。可以啊。啊！冰女，冰女，冰女！我可以走，我可以走，我可以走，你可以走吗？他闪现大，你都能走吗？应该可以走，我还有闪，不能走就行。OK， 他没，我想打，还可以继续打。他过来，妍妍也杀不了。别打了，保持我大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啊 ，OK，OK。不是双人回血。我还要死多少次？冰女没闪，他被我反完了。
他比我断回城。嗯，冰女没闪。先锋45秒。OK。OK。冰女还没回，冰女还没回。所以我们这波可以打完先锋往上转一下，把上塔。千星战斗的价值就不存在。吃这波线，我不知道他吃还集合。他回不去了。我先锋视野。哎，上路怎么说？那上路，这我感觉上路线应该有道啊。哎，这里还有个。OK， 没事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哎，他后面应该一个，应该有个千珏，后面应该有个千珏啊。就只有三个人。不重要。嗯。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推线吧，推线吧，直接推线吧。要线吧，要线吧。三个怎么办呢？冰女回家。这波是这样子的，胜有大招，他可能要压塔。我去压塔，我去压塔，我去压塔。压塔，那我不要杀人。嗯，冰女没压的吧？冰女没压，冰女没压，没闪，没压。大招怎么办？看一下我，看一下我。怎么看？我给打到，我给打到，我给打到，这人快疯了。他们没大招，他们没大招。你想倒完以后一 Q， 我想二级一 Q， 我想二级骗到他一 Q 出来的。那一怎么不要晕住了？你自己想想。我一没放出来，放了个 Q。这波可以操作的，那个尼可来可以操作的，这波。尼可来可以。至于 B 版尼可 B。我 B， 我 B。我的我。我这边要操作，可以替战。来也可以，可以。我位置很好。可以。等你啊。我飞。六千水。哎，我们变到羊，我操！全体起立！哇！啊！牛逼！牛逼！牛逼！这你不死？哎，死蛋死蛋，很关键，这很关键！为什么自己打了四个，猴哥四打？局面一下就打开了啊！自己这波开端，局面打开了，可以。直接爆炸他们家四个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过往与我同行，和血黑切龙刀春哥，天爵应该没到。还刷，还刷，还有你，摸你一下，推了，他刚了你一下，他 L 我一下，哎，谁敢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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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谁敢过来。冰女，冰女，啊，冰女，把冰女逮了吧，要不？可以啊，得有一扣。我看我看我看我，我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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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好厚的盾，哇好厚的盾呐！拉一下他放大了 ，OK， 杀吧杀吧，我来扛我来扛。啊，我操，击飞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两个挡平 A 的，啊，一个 W 一个剩的 W， 哪都是 W。Nice! 我刚那个瓦罗兰特你会玩吗？嗯？什么？我那个瓦罗兰特会玩吗？新一会不会玩那个？我费德高手，我费德，费德玩的贼溜。费德，我不死鸟高手。我费德，我那个信息位的那个，帮你们探视野的。我雷纳高手。没事。好吧。我操！你还会？你是雷纳高手都来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